下全程其中一位最熱嘅 rapper 劉永浩，叻各位。我哋有請主持人劉德基先。多謝 Facebook 有機會我喺度表演，多謝大家啊！咁啊，呢首歌我都想送俾我哋所有現場嘅觀眾同全香港嘅人啊！最後勝利。开开心心，你我分一杯羹，个个记住要咁谂。OK， 最后会胜利。由星期一做到星期七，所有人都知道勤力会多劳多得，但细估唔到楼市都会升得咁急。好多年轻人冇钱买楼系一个事实。上个世纪我哋就讲紧双失，到咗今时今日，三点又系天文。学完试验就验，点解会有咁多问题？我想讲嘅喺香港其实都系好细，冇工翻即冇钱，其实搵饭做住先，肯定有日会有好路数喺你生命出现。同二三三四，个个家长担心死，其实最重要系学生本身零心机。所有市民冇错过最低工资通过，希望大家搵钱就越嚟越多。香港人精神加埋香港心，天穿无线针，其你一定要教大家开开心心，你分一杯羹，我记住要紧谂。OK， 最后会胜利。大家开开心心，你我分一杯羹，我继续要紧谂。OK， 最后会胜利。好家有減，澳門仲慘，即將破產，今晚又硬，慘過坐監。煙惡全惡，就乜都去爭，大家冷靜，我哋唔會咁耳聞啦。什麼叫做公平？點樣先叫公正？使得咁多人喺度大發雷霆啊！政治嘅嘢我唔明，正義我就相信清，每一個香港人都係一等一嘅精英。大家又點樣睇香港空氣質素？天文台時尚報導都話偏高，環保分類一齊做好。我班 friend 喜歡喝 Asahi。